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贝拉，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 Pokemon Go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对我想要把之前还没录的影片，对，就全部录一录。那我不知道我拍完了没有，因为不知道量还有多少啊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，对，你们看还是红队的，对，那这是还是之前的影片啊，所以想先把顺便先把它录一录。OK， 那这边呢？对，这一样是不知道多久前的影片了。好啦，这边呢，我们一样就来踢道馆了。哦，哎、欸，没想到他魔法闪耀啊！哎、欸，还来、欸？屁啊，这主要是又没闪到。来，我觉得我需要先返回一下。没吃到。没闪到他魔法闪耀啊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需要补一下。哎、欸，可按到古拉多了啦，古拉多明显还有很多。那、欸、算了，反正我闪耀多嘛。我们再打第二轮的幸福蛋哦，希望他不要补。那这边呢？哎呦，终于闪到了。OK， 那幸福蛋拜拜。我们去换下一只吧。哦，卡比兽。OK， 那这边先直接送他一个爆裂拳。哎呦，意念陀锤。哎、欸，那中慢冲撞，哎，那会不会哎、欸，等一下来不及闪啊？啊、算了，有打死就好。OK， 我们下一只到的是巨鲸怪哦。那我的怪力呢，最近也快要4000强了，打得真的还蛮凶的。自从转了蓝队之后，就附近一大堆红队冒出来，就感觉每天都好像有50块可以领了一样。反正呢，再送他一个。送他下台啦！快、OK, 下一只暴肥龙，看来要我们的雷吉艾斯出动了。OK， 你可以下去了，换雷吉艾斯。我真的觉得雷吉艾斯需要练一下，或者是练磨刀后想想就也可以。这边呢，轮到的是铁掌力士哦，我觉得一样也要换一只来跟他打。等一下、哦，哎、欸，竟然没有带超梦来，可恶，算了，看怪力能不能打倒他好了。这边送他一个爆裂拳，哇，等一下，怪力快没血了、啊，哇、哦，金身战哎，真特别，第一次看到有人。格斗系的大招用近身战，而不是用爆裂拳。现在轮到的是快龙哦，一样要出动我们的雷迪艾斯啊！哎、欸，等，我、哦、还好他是东西，你知道吗？而不是那个龙尾，打到人超痛的龙尾。好，这边直接送他一个暴风雪，结束这回合。OK， 我们成功打完第一轮了。其实也不算打完了，是有一只突然是进到第二轮。OK， 那这个再稍微补一下，再打第二轮。OK， 那这边就用我们可爱的快转来帮助我们缩短这个影片的时间。哦，没有啦。我们还是先打完这只卡比兽吧，看后面还有多长。OK。
欢迎来到第二轮的最后一支哦。OK， 那这边呢，这时间大概就差不多了，所以对这边就不快转了。OK， 那这边呢，我们一样换上雷吉埃斯来打哦，因为我觉得用怪力的话好像有点耗时间哦。哦，龙爪，龙袭龙爪，这不是已经绝版了吗？厉害厉害厉害！那这边，等一下，第一只怎么是超梦？哦，没事。好，我们就用超梦来打好了。反正超能力系也是克格斗系的嘛，而且也比用怪力还来得有效。那咱们就踢馆成功喽！OK， 我们就来随便放一只吧，还没收就是你了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课程差不多到此结束，各位观众，我是贝勒，那么就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